有呢个打机啊，必备嘅电话散热风扇、双风扇，双风扇可以校个唔同个大细风三档，咁可以俾你夹。咁仲有个配件咧，可以安落去呢个架度，摆喺座台度，可以有得佢打机，系咁温住都唔惊过热。咁呢个都系69蚊嘅，咁个架咧又系。仲平咁大盒都系29蚊，咁仲有平板啊，平板啊唔会漏咗平板啊，平板个散热风扇呢度，呢个就99蚊，99蚊，个大啲嘅，咁啊幅图片好似咁嘅啫，呢度先，头先幅图片系咁，咁你都可以放发散热风扇用嘅支架啦，中间穿咗个窿嘅，帮助你帮你摆落去，呢个又系。呢、这个都系30零蚊，呢、这个细嘅就呢、这个细嘅电话嘅可以，39蚊，39蚊。呢、这个平板嘅就59蚊，就翻你摆翻个散热风扇嘅，中间位。早晨啊，又系我啊。咁我哋介绍翻蓝牙位啲料袋啦。咁如果你话普通慢叉叉啲，唔可以快叉嘅电话咧，就下边呢一行10000咯。咁呢一款咧就系、是、有自带线，4款线都有晒嘅。咁有埋无线充，但系就冇磁力。咁如果你话电话有无线充，可以买呢款，要对到好正先插到啊，唔系快插，85蚊。咁另外都有一啲咧，普通呢排5000轻啲，攞嚟顶下救下命嘅尿袋都有，49。咁呢啲10000咧就插到一次满电咯。如果你电话50开始插咧，就可以插到2次。咁唔同牌子都有，呢2.1A 又冇写 W 嘅，全部都系会。唔会系快充咯，咁如果你要快充咧，就呢度啦。好似呢啲有写住20W 啊，跟住18W 呢啲就快咯。咁自带线通常都唔会快，特别 iPhone 线。咁如果你话 Type C 有机会都快，睇翻你嗰个尿袋嘅牌子咯。咁呢个就系而家好兴喺电话吉落底下嚟插电嘅。咁呢个细只啲，得5000嘅啫，你要40零%行货。咁价钱呢个就要落嚟睇啦。咁话俾氹下呢啲169。行货一年保养2年，咁写翻单就喺收银隔篱嗰度，自己有问题就后边个地址去整咯。咁呢啲我哋就包你系30日嘅，咁火速越大就越快，25W 暂时1晚系最快咯。咁呢啲冇线冇个想冇线就冇线噶啦，如果你要有跟线咧，好似呢啲咁两条线咁就有。咁有啲咧呢啲就净系包条 T 丝线噶啦，冇 iPhone 线。咁价钱119啊、99、79都有。咁你电话支援快叉，跟住条线系快，咁先出到快咯。咁颜色都系喺晒度噶啦。咁通常呢个就墨绿色啦，黑色黑色嗰啲啊，通常就冇乜特别其他色。咁记住呢一款咧，净系叉呢个 Apple Watch 嘅啫，唔系叉到电话嘅，插唔到线嘅，净系叉表。咁价钱卖紧系89蚊。咁如果你话尿袋又想插埋手表嘅话咧，呢款都得嘅。有条 T 丝线插电话，咁啊自己插线都得。咁另外咧可以插埋手表。咁正？系啊，价钱一一五。一一五抵啊！系啊。咁另外而家咧都会好多人揾啲无线充加磁吸，咁净系 iPhone 用嘅啫。iPhone 12至15先会用到磁，有磁力啦。咁你越全部速度咧都系15伏嘅啫，唔会快。但系你可以两用插线就会快啲。5000会迟得实啲咯。咁如果有暂时10000嘅话会。因为重啲啊，咁你电话轻轻带啲揈就会飞落地下咁样咯。咁减翻啲5000、6000磁差就会好啲。咁如果你话 iPhone 8开始已经有无线充噶啦，咁样咯。如果你大火数咧，想插埋notebook 嘅话，呢啲65伏就插得到啦。咁就净系插电脑嘅啫。如果你话插埋电话就崩唔起噶啦，咁样咯。呢个就插电脑。系215，如果你唔可以插埋电话，唔可以同时，净系单一输出就插到电脑。咁同埋你預喺香港用嘅啫，因為3萬容量啊，上唔到飛機。咁呢啲2萬都係啦，翻大陸上唔到飛機噶啦。越大火數呢啲有寫就係快，冇寫就係慢噶啦。呢個就係慢嘅咯。如果冇呢個有22，快嘅要睇火數。咁呢啲呢個就係慢，呢個快啦。咁普通速度就呢度。普通速度嘅大概係幾錢啊？大概我哋都有39啊、55、39都有。係有冇藍牙耳機咧？有2粒嘅藍牙耳機，如果你要行貨保養咧，就呢度呢兩款都係1年保養，寫翻單兩款都係。Monster。Monster， 咁
另外呢個三 fit 咧係有呢個叫做降噪嘅。咁另外如果你話我哋包三十日嗰啲咧，咁普遍有寫住降噪咧，就寫住有 ENC 或者 ANC 呢啲就有降噪咯。ANC 就主動降噪 ，ENC 就環境降噪咁樣咯。咁例如另外夾耳款呢啲啦，咁就係喇叭仔嚟嘅外置，夾喺耳骨咁樣。咁例如嘈肯定係細聲啲啊，講電話一定係一般咯。咁如果你話普通兩粒有降噪嘅功能會好少少咯，講電話用得過。咁另外呢啲就係79，呢個就79兩一對嘅，兩邊拎耳機。咁另外呢款係有耳膠，就好似iPhone 嗰個 Apple 耳機啦，129蚊。咁有耳膠呢啲就全入耳嘅耳機。咁另外我哋都有啲半入耳冇耳膠嘅呢度。咁睇你平時戴開咩款啦，咁如果唔係會甩出嚟咯。咁我哋而家好多款都有啲有 ENC 功能噶啦，咁主動降噪講電話會好少少。129、129、109都有，咁另外呢啲抵啲嘅99都有賣 ENC 加 ANC， 咁你話效果肯定係個個用得過咯。咁呢度都有85。咁另外如果你話真係要講電話或者揸車要好少少咧，就會係單耳咯。咁你預條柄會長啲。咁所以靠近个嘴会讲电话好少少，但系全部都系得一单一只嘅啫。咁有55啦，79。咁另外细只少少嘅，短啲嘅，好似呢个咁样，49都有。咁如果你话想试下喇叭仔咧，单耳唔想买一对嘅，咁呢款啦就一只嘅啫，咁样都系夹喺耳骨侧根嘅，冇咁容易甩咯。咁睇戏听歌一流，39。单耳都有啲底嘅，39蚊我哋都有。咁另外，如果你話想冇咁容易唔見啊，單耳或者兩粒嗰啲，咁呢啲就有條線攆住咯。咁我哋都係有分翻有耳膠款啦，同埋呢啲冇耳膠款嘅。咁呢啲時間就會相對長啲，比兩粒耳仔嗰啲，兩粒耳仔通常3-4個鐘、5個鐘嘅啫。咁呢啲可以待機時間咧，去到60個鐘啊、80個鐘，我哋都有咁樣。咁睇翻你揀咩牌子，咁你越大嚿咧，電池容量就會越大，咁所以會相對時間長啲。咁另外我哋都有賣有埋條柄嘅浪後路兜後枕嘅一啲叫做喇叭仔，兜後枕啊，係啊，59蚊。咁另外如果你話單耳講電話，最用得過就係呢款啦，85蚊，因為得佢唯一款係有 ENC 環境降噪，其他都冇嘅。阿妹推介啊，係噶，85蚊咁樣咯。另外呢啲款你話成日我哋經常買開待機王呢啲就比較個細只啲咯。咁你要全部條呢、這個浪頸位都係硬膠嚟嘅，冇得咬咁樣咯。咁聯想我哋都有賣79啊、55我哋都有。咁可以落嚟睇翻揀翻。藝用品有啲咩新加坡咧？人最中意我哋都有呢啲唔同嘅嗰啲叫做鏟啊、泥刨或者刨樹葉兩用嘅一啲。小工具我哋都有賣，全部都係15蚊一個咁樣咯。自己嚟睇啦。自己嚟睇咁，同埋都有啲教剪啦，剪花嘅、直嘅、彎嘅都有，都係賣緊9蚊。咁另外如果你話想換幫個盤換大啲，換下泥啊咁樣，呢、這個換泥剪就賣緊係19蚊嘅啫。佢一塊布咁樣，側跟佢有個扭，你筆起身就好似一個兜咁樣咯。19蚊，淨係一個顏色。咁同埋你話想睇翻嗰個水夠唔夠？咁呢個就係土壤檢測棒，咁吉落啲泥嗰度咧，撳去睇翻個燈就代表咩？缺水定太多水或者點樣咯？29，裡面有一粒電池啦，已經。咁如果你話去埋露營嘅話咧，呢、這個就一流啦。多用途錘仔連埋一啲螺絲批啊，咁樣都有，賣緊係59蚊。咁同埋新翻嘅呢個。呢、這個烤麵包嘅架咁樣咯，可以睇翻個相，19蚊，最少都可以烤到兩塊咁樣，有個支架撐起。咁同埋我哋圍爐板啦，這個就係摸到嘅 size， 一年有18。咁我哋就冇 sample 嘅呢、這個，25蚊。咁同埋一啲露營餐具呢度摺疊嘅，這個冇窿窿嘅鏟，有窿窿嘅鏟都係15蚊。咁同埋一 set 3件。有刀叉根嘅，有埋个扣勾住咯，15蚊超抵。露营你话想要有埋气氛，我哋都有埋呢个气氛波波灯，19蚊，6米线长，黄光嚟嘅19。咁装2A 电池就得噶啦，3粒。咁同埋一啲露营嘅发热垫呢个，咁用最慢嘅
5B2A 1A 嚟差佢咯，尿袋或者火牛都一樣。單人 size 呢度198×61cm 發熱嘅。露營凳都有啊。露營凳都有，99蚊呢個，可以晾埋個頸位。咁如果你話女仔用嘅話咧，你需要男士幫手啊，因為揾個男朋友幫。係啦，砌唔到。阿妹。堅嘅，因為要啲力。堅嘅。係有灰色就灰色啦，另外黑色就黑色袋。咁都199蚊。99蚊。仲有飲咖啡點算？飲咖啡嘅呢個濾網啦，咁你擺濾紙落去，下低就擺翻你個杯咯，咁滴翻落下低個位，35蚊超抵。咁同埋佢可以摺疊嘅咁樣，好似個。蒸架咁样，花咁样样，咁同埋淋花一流，唔使整到周围都系水。呢个尖嘴折壶9蚊，另外航烧板呢个都可以带露营咁样嘅，25cm 149蚊。港子弹都得，我应该。港子弹得，做煲盖都得。咁同埋咧，佢呢个入得电磁炉，明火都冇问题。149，油炸锅呢个都一样啦，有 IH 就入电磁炉噶啦，35。另外有个半一半嘅隔油。瓊缸佢呢個就35，雙層嘅呢個煲湯或者係攞嚟蒸下嘢超正，有埋個隔79蚊。咁呢個304不鏽鋼26cm 嘅個 size 係，咁同埋打邊爐煲啦，大少少30cm 呢個99，呢個就係316不鏽鋼，啱先個304。新嘅話咧就係下低，咁同埋夏天你預我哋整下啲凍嘅嘢飲，呢個2L嘅冰桶我哋賣緊先係69蚊。如果你话想买埋个冰粒铲呢度19，咁同埋我哋一啲煮面嘅煲啦，呢个18cm 细细地嘅，49蚊嘅啫。咁我哋都有买啲细啲嘅滤油架啊，呢个系卖紧9蚊，有埋个夹同埋个网，咁同埋一啲煮嘢食嘅铲煎鱼25蚊，咁另外呢个普通嘅铲15都有，个柄系木嘅。咁另外整蛋糕一流嘅抹刀啦，9蚊，同埋一啲好一排入面有24个唔同嘅大细嘴都有晒，9蚊嘅啫，呢个都系自己手打嘅打蛋器，9蚊，同埋呢个胶铲都系整下啲 pancake 啊，一流10蚊，撇油嘅壳呢个大少少嘅个网9蚊，另外汤壳啦，这个就有埋隔油嘅汤壳，都系卖紧15，个柄系木，这个就不锈钢。咁另外煎 pan 我哋都有啲细啲嘅，呢个肉子烧麦石饭49，咁方嘅唔中意，仲有圆嘅都系49。麦饭啫，系食饭啦，都系49。咁另外你话想大啲嘅，呢个煎牛扒24cm 方形嘅，先系99蚊。咁另外呢款圆嘅26cm 都系麦饭石89蚊。咁如果你话朝早想整下煎下蛋煎埋扒煎埋面包都得嘅，呢个三合一咧就49蚊嘅啫，一镬熟。喺新嘅话咧就喺底下。另外呢款双面嘅砧板39蚊，呢边系嗰个乌檀木，另外呢边系不锈钢，你可以三十分开咯，39。细啲嘅砧板呢个竹嘅，我哋都系卖紧25，好似 A4 size 咁左右大细咯，25蚊。咁另外呢款就靓啲啦，日本制嘅含平锅109，呢个系18cm 嘅啫，咁样咯，喺厨具部摆咗喺。咁同埋如果你露营咧，我哋都有买曲式嘅嘢，呢个咧入边有埋煲啊，同埋呢个叫做餐具嗰啲都有啦，卖紧109。咁如果你话少啲嘅话咧，呢个净系得呢啲嘅啫，杯同埋碗呢个就卖紧69。咁另外呢个烧烤工具，烧烤工具套装，咁例如呢个咧打唔开嘅，因为咧佢里面有两把刀，如果你打得开咧，你把刀就飞落嚟两只脚嗰度噶啦，就系卖紧55蚊。仲有咩好介绍？呢个啊，一个装嘅嗰个叫做挂衣袋、吸湿袋，挂到喺度嘅款咁样咯。咁呢个系茉莉花味，仲有个薰衣草嘅。咁打开搣咗里面个胶袋就用得咯，咁样成个勾起身，有啲人摆喺衣柜度，其实如果你有地方勾会好啲咯，咁样。你中意咩味？我会中意呢个味。呢个系咩味啊？呢个系茉莉花味，但系其实佢都唔会好大阵味。系唔会好大阵味。呢个系5蚊一个。咁同埋我哋厨具部都有啲叫做隔热手套啦，单只装呢个应该苹果啊嘅图案，同埋有啲咁样嘅图案啦。呢个花嚟嘅。花嚟嘅，呢个5蚊一只咁样咯，有几个花款。咁同埋我哋都有
嗰个挂钩长尾夹呢啲咯。咁可能挂下啲洗碗布啊嗰啲嘢，一袋里面有五个、四个，卖紧9蚊。我哋都有买呢个整糖心蛋一流，你想要全熟、半生熟都有，睇颜色，连埋呢个摆落只蛋，摆落个煲度一齐整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都有呢、這个卖紧9蚊，切佢嘅切蛋器都有，打环打竖切都冇问题，你中意9蚊。這個呢个咧新翻嘅，有一排断咗货，而家有啦，就系、是、嗰个筲箕，你可以洗生菜或者你整沙律都冇问题，卖紧15蚊，收埋咁细包嘅啫，好似个环保袋咁样样。咁另外咧冰种呢、這个摆落雪柜嘅5蚊。有粉红色，有呢个叫做黄色同埋蓝色，5蚊一个。咁不锈钢嘅冰粒夹，我哋卖紧系15蚊呢个。咁同埋直胶嘅戒手套，15蚊一只嘅啫。呢个系你想中意一对就买一对啦，就30蚊。呢个 Move Sand 公仔嘅首饰盒，你装啲首饰啊或者轻强啲嘢，做药盒都冇问题，19蚊。這個呢个就拉链开瓶器9蚊，等你容易啲拧盖咯。咁卖紧9蚊，调味盒15蚊，好细个嗰啲，好似手掌咁大嘅啫，大概系呢、這个系380ml 左右，你当系咁系日本制嘅，卖紧15蚊。啱啱嘅冰粒夹咧，我哋有卖，另外呢个沙律夹都系不锈钢质地，卖紧9蚊。俾猫猫玩嘅雀仔，我哋都有识叫嘅呢、這个，而家呢只。因为未搣嗰个贴纸，所以仲未识叫，有蓝色同埋搣咗就识叫啦。系有啡色咁样咯，我哋都有个版卖紧19蚊。手握嘅研磨器39，這個、呢个咧摆啲蒜头啊，或者摆啲姜啊，咁你摆落去拧完，跟住就压烂咗下低个位，39蚊。咁同埋我哋厨具部嘅食用油同埋清洁用品都喺呢度。咁油呢零胆固醇菜花只有1000g先卖紧29蚊，超抵。咁同埋一个叫做马桶嘅消臭清洁剂除菌15蚊，呢个新返个头係咁样接出嚟囉。护手嘅洗洁精泡沫咁样嘅清洁型嘅15蚊一支。咁你想话抵用啲嘅呢个好用，710蚊补充装嘅洗710ml 嘅补充装洗洁精先卖紧39蚊。有两个咯，应该系一个系柠檬味，另外一个系速干咁样，可以睇翻。39啊，几？39。跟住就呢、這个矮嘅啫喱，呢、這个实矮嘅，咁同埋佢会唔系即刻死嘅，慢慢死，俾啲时间佢。39蚊，带翻个豆度等一段时间咯。呢、這个叮叮嘅除螨杀菌嘅喷雾，可以喷喺啲衫或者床褥嗰度，一流杀菌防螨消毒。39排水口你怕有啲虫咧？這个就系嗰个驱虫剂喷喺嗰啲位咯，25蚊。同埋另外呢款新翻嘅纤物除菌消臭喷雾，咁即系你可能喷喺啲衫啊、床褥都冇问题，卖紧29。呢个系冇味嘅，无香料。咁你话唔中意香味嘅呢、這个一流啦，29。咁同埋一啲衫领位啊，或者手袖位黄啊，或者污糟呢个就洗佢噶咯，20蚊。就是洗衫之前用的，不是洗完之后用的。这个就拎出街啦，丝王的一个去渍笔，它写就是唇膏和油性都可以，血都可以洗得甩的。有埋个底子，你可以隔出来抹咁样。19。咁有小动物一流的消臭源，摆屋企，这个是绿茶味。我哋嗰个猫猫的宠物的零食啦，这个猫猫的嗰个叫做条条，25蚊，里面有18小条。咁同埋一啲零食，有两个味，15蚊一包，入里面有6小包啊，4小袋啊。咁同埋啲鱼仔干啦，我哋都有卖紧15蚊。咁如果你话食条条惊整污糟嘅，呢个方便啲，10蚊嘅啫，有个根摆个条条喺度，佢舐舐咯可以。咁同埋一啲 Move Sand 公仔嘅，我哋都有买一啲叫做颈绳，条长咧就系长1.5米嘅，29蚊，有几个唔同嘅花款。咁另外就系呢个活性炭，呢、這个系摆喺嗰个雪柜度除臭嘅，15蚊，佢就写可以一个摆到1年左右咯，用到。咁呢个就摆喺垃圾桶嘅个盖嗰度除臭贴，呢个青苹果味，15蚊。咁我哋如果你夏天惊有蚊嘅，呢、這个系装蚊香嘅盒挂盒，可以拎出街都方便勾气咯。
有檸檬又有西瓜，跟住桃皇29蚊一個。如果你話唔中意啦，呢、這個係一啲叫做驅蚊嘅手環帶啦，15蚊裡面有5條嘅。同埋呢個米缸雞仔排，我哋翻咗個10kg 可以擺呢個落去啦。咁就係嗰個叫做防嗰、那個驅米蟲嗰個防蟲劑，賣緊29。貓貓嘅貓草粒10蚊咁樣大罐。咁同埋我哋都有買呢個濕糧，呢、這個9蚊一包。咁同埋貓餅29蚊一盒咁樣。食飽就玩㗎啦，咁就喺呢度。貓玩具不倒翁9蚊，咁佢裡面好似有條叫做逗貓棒咁樣，佢有隻老鼠會不停喐咁樣咯。9蚊呢個就冇遙控嘅，假嘅老鼠。咁有遙控就呢個真係遙控 UFO 啦。有賣玩具球嘅，69蚊，有兩個色，藍色同橙色。咁如果你話佢中意玩呢、這個叫做有激光嘅，呢、這個係一個好似不倒翁咁嘅嘢啦。咁佢不停會自己轉，59都係插電嘅，兩款都係 USB 去。另外呢個入得微波爐嘅嗰個叫做實袋，唔係實袋，直膠嚟，直膠嚟嘅，賣緊15蚊，得呢個 size 嘅啫，有藍色同埋白色，淨係得一個嘅啫。佢裡面咧呢個位好似有個以前我哋用嗰啲書夾咁樣夾住嘅啫，封口，15蚊一個 size， 1500ml。咖啡嘅類子我哋都有買，有個大一個細，裡面好似有100塊啊，你當係。100塊，系20蚊一包咁样，同埋你哋最中意嘅蕉盒呢个就卖紧系9蚊，上鱼小量啦，同埋呢个9蚊嘅刷咧系加到洗洁精嘅，我哋另外有一款咧加唔到洗洁精咧就系3蚊嘅啫，个样好似嘅咁样啦，咁样咯，一个有精一个冇精，系。我哋都有买一款薄啲嘅砧板啦，19蚊呢个环保砧板嚟嘅，啲谷壳整成噶啦。佢呢个位咧，仲有啲可以磨姜蒜嘅位，19蚊嘅啫。新嘅话咧，摆咗下低呢度，后面咧佢就平嘅，冇薄冇咁线手咯。19蚊。另外陶瓷嘅水果刀，呢个刨同埋连埋刀，有埋刀套咧，先系卖紧15，超抵。咁如果你话喺屋企中意 DIY 咧，呢个一流啦，整寿司嘅，里面有好多啲唔同嘅模具咯。咁你吸寿司、卷寿司，佢点样做呢？里面有张说明书教你嘅啦，卖紧系35蚊咁样。生手都变师傅。系啦，咁同埋挡油板炉头嘅9蚊，有几个图案，又另外呢、這个，同埋黄色呢个都有，猫猫嘅都有，9蚊。咁另外就呢个饭盒，韩国制嘅，10蚊嘅啫，入得微波炉，个盖就唔好啦。颜色就呢、這个，咁同埋呢度，嗰、那个叫做微波炉隔热蒸架，咁佢有隻脚可以晾高嘅，9蚊。咁同埋我哋有啲叫做气炸锅子，气炸锅子啦，卖紧系5蚊一集，有方嘅有圆嘅，你鍾意啦。咁今日嘅介绍系咁多啦，快啲嚟啦。